有感知来了的谁？这是撞上去的猪妹妹，想要死，熏死了。许仙子得下一个大招，杰斯要死，让我推到了牙膏的谁？还在操作小虎，这波也推到了人。但这个大龙能不能吃啊？有果实，打得很激情啊，愿意播。雨景这波没闪，德善有闪现壁咚，拉克斯一个 QQ 的德善还在那空血了，插满了毛，雨景进去了，德善死了，一枪爆头。正面这里比一个人打两个，小虎把拉克斯雨景收掉了。这一盘有英雄，微博机全是英雄。德善 C 了好几局，这一局终于队友站出来了。小虎这两波绝对顶级，数一数二的国产中单，明年转会区最抢手的国产中单，微波机小虎。这边打过来，又要打起来了吗？要打起来，又是一波五打五，一撞撞起两只，差远这里没闪，差远这里倒了，没活倒了，牙膏被带回来了、啊、还有死刺微微，这炮石很关键，不吃这炮石应该是没机会打通，选择拼命了吗？微博拼命了，一大龙热赛先被解决到的，没关系，大龙是有机会掉，大龙是有机会拉下来，小虎一个 Q 抓梦觉抓回来，小虎还得说小虎 Oh my god，大杀招，对，又打起来，又打起来，但没什么伤害啊。漂亮的 Q 一点亮了，猪妹这边能活吗？没闪，这还可以。猪妹直接死了，而且杰斯这边杰斯好像没了，刷到两个给他赖着，还想再留吗？但是兵这边应该很难被留住。但这边状态不好，能打龙吗？是的，微微的血量很低，感觉打龙要出事。有果子，但是我感觉 WBG 要把心一横，要拼了。我感觉要打了，不好打吧？不好打。对面还有三个人，不是。但是好像真的想要硬打到底 ，WBG 把心一横，想要去博取一个机会，但是这边阿明已经进去了，这扇已经没了。微微这位怎么说？把龙先打了，要把先把大龙给拿下来。然后艾奥克这个位置怎么说？打得过小虎吗？打不过。沙皇这边直接先戳死了艾奥克。一个 Q 三杀掉了微微一打，但是后续奈特想跟过来，要集合集合，那就把阿明也死了。阿明也死 ，WBG 好像赌对了呀。被流星松打，打得好快那个龙。复仇之矛很肥啊，他两件套，但是有一个乌哟。德玛西亚差一点点拿到这个人头，我感觉是阿宾第一波角色出了问题，他没有直接进龙坑里面，对，他直接防走那个卡利斯塔，要么打野。对，啊，这波大到猪妹，哎，猪妹这波没闪现，猪妹好像没了，死了，这个塔大拉放的非常好，还有三，还能留，能留吗？哎，大龙有了，大龙有了呀，这波猪妹没闪现，全都没闪到 ，BLG 也开始了，而这波大帅有大。小虎这波推的非常好，练到他大家小虎的配合，感觉这个 BLG 大龙得大龙，但是大树有大怎么过去呢？哎，有卡利斯塔呀，他们这肯定是打不了啊！哎，兵哥有大，兵哥有大，兵哥大了这个小虎，哎推，哎可这开大什么意思啊？哎可死了，而且小虎身上有 W 死不了，哎可当着别人的面开，传染病。Elk 这么我觉得不开大直接慢慢 A 的话，其实龙坑里面的人都挺危险的。没有，我是觉得他们刚赢了一波团就有点那个位置打起来也挺受伤的。对啊，就可能招站出来了，但是自己被吊成翘嘴，队友倒来，哎，正面又是滚滚藤蔓，这一撞起来两个，这一波先处理前排，徐云可能第一时间要遭到融化，小虎拿到这个人头，亮塔大招打回来，杰斯压高，苍军锤出来之前就遭到秒杀，这一波大龙在场，微微残血 ，WBG 如何抉择？这一波 WBG 的阵型就对了，但打到
对面的中野两个人选择直接开龙，应该目标还是 B 团。但是阿兵这波是可以把打野给你带走的，泽山也被残血了，大龙甚至还自己甩起了尾巴。泽山在旁边给了成吨的骚扰，女警直接远距离带走了奥恩，一千多、两千多，还好是大树先把这个大龙给斩掉。但是看看拼一下残血的能力，小虎戳疯了，虎将军他杀疯了，要瞄准阿兵，阿兵被一个镜盒戳了回来，好一个镜盒，小虎再戳两下，黄鸡一声天下白，扫尽残星与笑月。的妈呀，一个彗星袭月，没能袭成功啊，两个人双量 TP 了。就是小虎真尽力了，小虎真的想赢了。欧恩就是洛基，一定要有人跟他玩。又来了，正面这怎么说？打断了，就被别人给打断了。超级杀，谢谢的晒这个羊，这个大招，压卡，压卡，我操！问题。不好说，维维没什么血的，大龙不好说。维维你去哪儿吸啊？有果子不？有果子，我操！你他妈玩两 K 的枪给拍走啦！有一点血，大龙阿兵有兵神，有兵神，谁登神？这波开谁登神？阿兵能不能带走打野？打野阿兵，阿兵想带走。阿兵，哎呀，龙三被枪打死了，龙三被龙三阿兵开大了，阿兵这小五飞完路了，小五把野人切了，坏了。收掉一个，但是滑板鞋处理不了了。回来，阿兵也死了，晋级了微博。我操，这阵容不结束不了。不一定晋级，但是现在微博就优势很大。热赛这个顶他妈把猪妹顶下来，欧文这一炮伤害不够，还能玩吗？再贴回来谁呀？哎，但是都 TP 走了，都已经 B 走了，已经来不及了。Right back into live, right back into a fight. Maokai ulti flies out and shu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The damage flies into the Sejuani and he dies as hostile takeover finds Yigao. He's shuffled back into Weibo. Massive shutdown over the lights. Weibo just found everything. How the hell did they find them at all there? Weibo come back in. They play around the choke and they're onto the Baron. Baron started up. 5v3. Bin, Elk, and On have to try to pull off the defense. The Shy down to 10% HP. Weiwei is going to be taken low too. Bin stoning the rest out as the Shy will finally fall. Kalista with a ton of spears into the Baron as Elk is under pressure from Zhao Hu. Bin is all out, but he's only one man. He goes back in and he finds a kill, but it's still Baron over to Weibo. It's still Bin about to go back over to Weibo. It's Weibo all day. Weibo get the Baron. They get the kills.On, searching, not gonna have enough damage to knock them down. Hey, we're fighting again. Please, boys, please. Please, that's Ronaldo's gonna be making it. Don't, look at the chase. Look at the chase. Go Baron. We have Maokai ulti. Yo, we have Maokai ulti. That Caitlyn has no flash! Where's my Maokai ult? Where's my Maokai ult? Shao Hu, please! Get that fraud! Get him! Can you get him? Yes! He's dead! Oh my god! Yo! We can win! We're back! We're fucking back! Don't you forget! On searching, not gonna have enough. You're fucking back!